我是万公司村的陈农曲艳芬。曲艳芬大姐啊，您是叫什么？摘果快手。我是摘果无影手。那我们就来一次比赛吧。啊，可以吗？行，你笑，你笑，你笑，你行，比就比。但是我像这样比，咱们就来一个3-1的组合，我们比一下吧。3-1，哦，赤裸裸的比试呀！行，我们仨加起来跟大姐一个人比3分钟。我们三个人肯定应该可以吧？好，现在开始。啊，就开始了。好。哎，真的，真干起活来真的顾不上说话了。当然不能说了，要看得清楚。不是，你要比赛嘛，你要数量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质量也要保证好。哦，小心，爱护他比爱护我的脸还好。对。史上最漫长的3分钟。已经2分50秒了吧？还没有，才1分18秒。哦。大姐怎么不说话呀？大姐，你教教我们呗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你们是在分散大姐的注意力吗？你们要跟大姐聊天呀。大姐，大姐家里几个孩子？我家3个。哎呦，都叫什么呀？多大了？在哪儿上学呀？他们在都参加工作了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呀，您还这么年轻呢。还有30秒啊。还有20秒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停。哎呀，完了！我们猜一猜，哎，大姐作弊，最后一个不算，拿出来啊！对对对，最后一个不算。大姐，根本不需要作弊。哎，不见得就少多少哎。哇，你们见得好多啊！数一下，先数大姐的。好，2 4 6 8。大姐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必胜的信心？这个只要有参与的精神。胜不胜无所谓。88 90 91。好，91个哈，我们三个加起来肯定赢了。先说我的啊。啊，二不能认。4 6 8 88 90，剩下的就是我们多出来的。嗯，92 94 96 98 100，我们116。哎，我们好意思还在这算吗？咱们人均才不到40个，大姐一个人91，赢不赢都无所谓，我只是为了表现一下我们曲家人的子孙呢，敢于挑战。大姐就是为了太好了，炫耀一下，炫耀一下我们劳动技术。这样吧，比赛一定是要有胜负的，这个您不服不行，好不好？按照总数来说，获胜的是山水队；按照人均实力来说，获胜的是曲大姐。我不会信，我就。下次再锻炼呢，我下一次倪真跟李老师我心服口服。但是这个不行，这个留的还是太长了。这个是谁剪的？这个不行，上面这层都是我们剪的。我就说还好，杨老师，你这一说咱们这合格率很低的。这样的就不行，你看，所以我们未必就赢过大姐了。行吧，还能怎么着？反攻吧。得反攻了，得反攻。